山。好，换手走过去，换脚，猴子手上来，勾勾的啊、哦，这叫松腕，松腕，把这个腕子松掉。好，松腕，好，双手翻，往外，往外，啊，往外，好，一个往到你的，胃的位置点放，手心是向上。好，看那一边，你们是看到，你看我们瑞芳山啊，多漂亮啦，有啊，丽景多漂亮，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人看到？看那边，这一只手要高过高的手，要高过你的胸部。第一个就是在你胃的位置，但是不要靠的，就是松松的。好，我跟你们同一个方向，啊。好，你看群山环绕，你看日丽多美啊！好，会了吗？会了吗？好，来，水袖，打，回来，内小转，往内互打，一二，两只手，一二，有没有？好，打出去，猴子的手收回来，往内互打，一二，不动，好，往内互打。好，收丁字步，收丁字的手收，收水袖，没关系，没有人一次就起来的。好，老师，等一下，嗯，那就是说，因为你的手在里面绕，他们不知道，先暂时，哎，对，第一次你先示范一下，哎，好，看哦，你看，我先是男生丁字步，手袖，男生丁字步，啊，抖袖，先抖袖，抖袖，看。脚步点就很厉害，哎，不是转圈，切，就是把它抖上来，抖袖，抖上来，手抖的时候它会进折进来啊。二三，哦，易如老师好厉害，啊，这叫抖袖，抖袖，哎，对，那位女生，好，看一下半袖，脚要出去，手要到你的这边的胸坎。胸部的位置点，画个弧，把袖出去，好，是这边，从胸部这边画个弧出去，换脚，你们来看那个小身出来亮相，右手右脚，哦，小身出来亮相，就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往内互打，收袖，哎，我就是亮相了，站在舞台上，好吧？好，你们先把这个印象放在脑海中啊。我穿着好，那一边看影片，我给你介绍一层一出戏里面的过程跟流程啊。我们台北传统剧团帮你制作了很好的一个影片，从化妆，
装一直到演出舞台上观众擅长、哦、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好来，爱看你们艺术的印象，假如那边看不到两边。